入室窃盗杀人案，特征明显，翻箱倒柜，求财不得，所以愤然杀人啦。翻箱倒柜有可能是伪造的现场，正门门锁完好，窗户反锁，凶手应该是从后门进出，不排除是熟人参与作案。血足迹轮廓明显，借此测量可推断嫌疑人身高体态，顺藤摸瓜。可血足迹上没有鞋底花纹，凶手跟你一样都是戴了鞋套，从现场足迹来看得不到有效的数据，而且现场找不到指纹和凶器，凶手有反侦查意识，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。你有完没完的臭小子啊！我可是堂堂新万警局第一局副局长，用得着你这样对我指指点点？老大呀，消消气，消消气！还副局长，副局长消消气啦！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很搞笑哎，你怎么一点都不贴心呢？对呀，你今天来这里来干什么来啦？你是来砸场子来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我觉得你就是，要不然为什么每次出事你都会不请自来？你先知吗？扫把星啊你！哼，谁呀？啊，是谁啊？谁把林黑山给放进来的呀？谁？阿布拉沙尤斯，我们不要让他说话，特维斯。阿布拉沙手，我管你什么是阿布拉，你什么是阿布拉手？阿布拉手是可以放进来的，自己人。是我警察来协助调查的，还没来得及向您报备，对不起啦，杜阳副局长。哎呦喂，这不是莎莎警官吗？还那么漂亮哦。副局长，我没添乱吧？怎么可能呢？你可是我们警戒之花的宝贝女人呢，我们欢迎你都来不及了。但是呢，就算是莎莎警官，也不可以随便让无关的闲杂人等影响办案啊。不是的，副局长，这个案子发生在华人社区的老片区，没有人比林默更了解这里的民情世故了。再说了，我们警署和唐人侦探社有过协议，只要我们警署需要，他们就要协助我们做免费的外援服务。For free? Yeah. Don't pay. Of course. Oh. 你不能伤害这里，拉着我嘛！这里是犯罪现场、哎。我知道，我认识里面的小孩。我们正在办案，你不能进去。他叫小茶，小茶。我知道你不认识。我告诉你，小茶，请你冷静一点。小茶，请你冷静一点。我们正在办案，请你出去。让我进去，不行，看一下吧。不行，我看看小孩，那个小孩他会害。哦，纳文可能真的藏了一个秘密。伤口一共有十处，从这个创口的创角看，凶器至少在三种以上。致命伤在这。你很专业哦。那是什么？这个，这是从他胃里发现的，正准备拿去化验呢。
应该是麻醉类药物。喂，别话说一半就走，说说你的想法。死者身中十刀，可是尸体上的四肢和关节都没有任何抵抗和约束迹象。莎莎，你认为他是不想抵抗呢，还是失去反抗能力？所以他是被下药了。什么样的人可以趁纳文不备下药呢？熟人啊，黄婆跟小莎情同祖孙，没有人比他们更熟了。所以黄婆他袭击你是为了要阻止你调查。原来是这样子啊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黄婆跟阿明一样，都是放心啊，加班加点给我查验出受害者身体里面的提取物。来的所有人注意，立即停止手里的任何案件，都给我立刻去找黄婆。能不能关心一下你自己啊？其实我早发现他不对劲了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黄婆的？他在说谎。黄婆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哦，没有，我要去收菜，然后经过这里，我就看到好像有发生事情，我来看一下。通常菜贩收菜都在凌晨四点左右。黄婆的家住在唐人街后的小河街，距离不远，你不也去看热闹了？他是住的不远，但没道理这么快就到了。距离案发地小河街比我远了一个街区，案发后的第一时间我就到了现场，黄婆随后就到了。哎，黄婆，你不能上来这里，这里是犯罪现场。不要走，你还是我的。不行，我听你急，什么现场？你是在犯人。站住，我的。你不要再狠，请你出去。小查，小查。不合逻辑。你的意思是，他早就知道命案会发生，甚至他就是凶犯之一。凶手作案后不逃离现场，为什么？我也想知道。这就是我让他到我家照顾小茶的原因。引狼入室，嫌自己命太大呗。阿明怎么样？哎，躺好。确定为自杀。阿明母亲不仅要替他继续偿还高额欠款，还要面临曼迪家人的索赔。至于阿明是否被人胁迫，现在还没有线索。借债拿什么抵押？借款公司不肯披露借贷人信息，我们已经向法院申请了调查手续。阿明死了，只能从黄婆入手。你这样能行吗？这一刀不能白挨。